手机就不点就行了。我操，咱就是点了破灯。你他这个座椅是你感觉是软的还是硬？可能座椅穿的比较软，没把座椅换了。我们那个坐的舒服还是这个坐的舒服？我们那个减震好一点吧，应该。踩砖也不行，踩砖那个肩颈后是头，它一点倒劲，一点倒劲。踩砖，弹簧踩砖。因为那个可能说，他们说一点都倒劲了。靠谱啊！要不都是顶到上。不能顶上了，得退了。